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感觉？这首歌，哇！不用想那么多，因为我是在创作营的时候跟我一起。真的假的？开玩笑的啦！没有，我被骗了。没有，我觉得，对，就像风儿说，因为真的蛮近的，很特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恋爱的感觉吗？恋爱的感觉。对，就风筝一直在发光。哇！风筝打在身上。刚刚那首歌有两个版本，对，就是刚听的是第一个版本，就比较摇滚一点了，然后就是前天出了一个抒情版。抒情版本，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？很难选耶，都是我的孩子的感觉。对，但现在你问我，可能还是那个第一个版本吧。啊，好耶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也是有两个版本。对，大家都猜到了，对不对？小辣椒那边挑的有点那个脸太肿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资格说什么。这个也蛮……你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！我跟你讲，我都算 OK 吧。蛮帅，真的好帅哦，帅哦。好，看看其他人哦 ，OK。还行，还行，你也像一个汤圆。对，维静有什么苦恼？你看一下维静的脸。太会挑照片了吧？好，那快。就是我一问，你们要在3秒之内回答出问题，把牌子举起来，不能犹豫哦。好，来第一题，请问五间情的成员中谁最懒惰？3、2、1。对，为什么？就是我能躺就对。他的逻辑是看用最轻松的方式达到最好的 CP 效果，没错，对，所以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价值观，我的哲学。那你现在站着这样辛苦了，如果可以躺，没关系的，可以躺，他会躺哦。你现在给他躺，可以吗？那个头打地的各位，可是根本的后面摄影机会拍不到你。可以少唱一首歌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呢？谁最在意自己的荧幕形象？最有欧巴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来平票，来票，请问觉得是丰泽的举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不用辩论了。你为什么？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不是，因为伟静是不管我们站，对啊，他永远都要站左边，他一定要左脸。但是我对这事情没有很讲究，所以。但是刚刚我们在排位置的时候，他们说要让丰泽站右边哦，因为他想要右脸。没有，没有，还好。那但是确实可能我跟。我们的偶包点是不一样，我已经是在角度，我有时候是可能其他的部分。那他的偶包在哪里？他的偶包在哪里哦？我想想，就他比较希望他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我是，但他确实是啊，确实是完美的人，确实是。请问在准备演唱会的过程中，谁最积极呢？哎呦，3、2、1，请举牌。准备演唱会，最积极。啊？我也是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大家想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点，然后他会很。例如说这个视讯什么，他就说：“我们这边看可以再怎么样。”对对对，他会有很多的一些。细节的部分，对，因为他常常就是年纪最轻嘛，所以比较心里比较不平衡，想要意见最多，想要表现自己很厉害，对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好了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好的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问如果你有心事，你会最先跟谁分享呢？3、2、1，在一起，不然叫九个 CP 干嘛，对吧？想要跟谁分享？就是几小赖这样。哇，你们真的太有默契了。好，那这题就没有争议嘛。那下一题，请问你们到 KTV 会最常唱谁的歌？3、2、1，那个手忙脚乱。为什么？他是说唱两个人一起 CP 的歌，然后你只唱自己的歌。
不是我想要唱，可是朋友每次要我唱。对，没错，对，是他们要我就是唱。就你走进去，他们就会点我们的歌嘛。对啊，通常都是点《天黑请闭眼》啊，所以是两个人。所以对啊，这样子也算对吧？好啦，可以原谅他了。可以可以，原谅好，原谅他，太好了，你们默契真的很厉害。那刚刚通过这个默契大考验，那当然也要请你们合唱歌曲喽。好，那请问这你们接下来唱的两首歌是哪两首歌呢？娘娘腔跟那个。不要总是过得那么快，在这时候，林九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大家好的，只要追踪这个 Toyota TV 呢，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可以在直播回答九折曾经的任何作品，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拍立得。还有 Live 快乐50年，大家追踪 Toyota TV 追踪起来。然后今天整整听了8首歌，真的非常满足哎。那请问明年会有什么新作品跟新计划吗？买一台 Toyota， 可以买两台，好哎。那是丰泽听说会有可能想计划去海外巡演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嘛，但就是看疫情的状况。如果麦克风会有点声音哦。好哎。对，希望可以明年有机会巡演跟电灯泡们一起见面这样子。对。好，那林总呢？听说明年有个超级特别的新计划。对，明年要去演戏了。哇！太惊讶了。开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，有人说我不主持，然后主持，然后跑来做一个好玩的事情啊，对对对。你的很出乎人家意料，那大家反正就是follow，会有最新消息都会在官网上跟大家公布。那今天呢，特别感谢 Toyota TV 的邀请啊，那今天大家先跟线上朋友说声再见。耶、yeah. ！再见，线上的直播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明年见。耶、yeah, ！那大家请记得追踪订阅 Toyota TV， 每周四的晚上8点都会准时锁定直播，将会带给各位观众很多高质感的演唱会，那也当然包含一些吃喝玩乐、有趣的生活资讯。那大家继续锁定哦。那线上的朋友，拜拜。直播结束了，你们可以放胆跟现场的朋友玩了。